学跳舞表演者郭德纲、于谦。好，来了很多朋友，楼上楼下好几万人，没有那么多人，好几万个人，都是捧您来的，没有听相声，著名相声演员于谦老师，不敢当，真好。有一个小问题想问一下，您说，可您这个相声演员，都是从事什么职业？您会聊天不会？什么相声演员是说相声的？就只是说相声，是那可不是吗？其他的工作还有没有？我不干别的，别不好意思，没有外人。我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了？我就没有外人。你不干别的，就指的说相声是对。淡泊名利啊，了不起呀、啊？没有什么，好好干。哎，有发展前途。谢谢。虽然说咱们不是一个行业吧，啊。但是我支持你啊、哦！谢谢您。您是干什么的？管着吗？我跟你说嘛，你要死啊你啊！讲你吗你？不是，咱聊天，我跟您问问，您是干什么的？看出来了吗？我要看出来，我不就说了吗？你猜猜吧。这还怎么猜？猜不出来。猜猜我是做什么工作的？没法猜。哈哈，不要紧的啊，不要紧，猜不出来啊。我告诉你，那您就直接告诉我。但是不能白说。怎么呢？你得起个誓。我起什么誓？你不能对外说去。您也该保密。你要说了，天打五雷轰，让雷劈碎了你。您知道你这么起一个小事开个玩笑，我干脆就不出。不，你到我那来一百遍，一百遍，那就甭干别的了，那就。别说，这不说，肯定的啊。真看不出来吗？您是干什么的？我是一个啊，舞蹈表演艺术家。真没看出来，就我也没看出来。您自己都没说吧，一个啊，脸舞蹈吧，是吧？脚折了，我都能加棒了。这个不接着，这个不接着，能有这声吗？是个脸舞蹈吧，您啊，嘿，一分刀，脸舞蹈的，真看不出来。就算是一个啊，一个著名的舞蹈艺术家啊。哎，不忙，您别客气，不客气。著名的舞蹈艺术家，工作很忙。哦，都干什么？研究，研究，探讨，继承，发展，是吧？跟人照相。谁照你？你太小了，这事儿，没有对比呢。谁照你？照了，有时候跟人照相。说探讨嘛，继承嘛，啊，开车进取，表达传送，哦，蹦跳出汗，宣文遇见，美人乐呵的。别在这儿，你越说词儿越水，就是跳舞，我就是知道跳舞，你是舞蹈艺术啊。可能你对我不是很了解，我一点都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行业里有很多前辈，你应该是知道。您提几位？杨丽萍。啊，那是大师啊，杨丽娟他爸爸很支持的，嗯，这个跳河那个，他是跳舞的吗？他跳海的，嗯，当美兰啊，那也好啊，我们的老师当美兰了，嗯，武藤兰也是您的老师。我没跟他学过，但是我看过他的作品。这位也不是跳舞的啊，往那儿联系。陈爱莲有，
不欠人。后边这老坠子不是的，好可怜啊，万人嫌不是讨厌。哎，这您快这样，什么这样？没有，不错，一点都没有。咱们有很多前辈一个人很尊敬，是啊，吃水莫忘挖井人。哦，你不能忘了前辈的老师，那吃水不能忘了挖井人。就这么讲，挖井分两种，一种是机器，一种拿铁锹。机器还行，突突突，铁锹子要拼命了，那有没孙子呢？您干过这活吗？您什么话？您老提这挖井的，把您说跳出我们的心里有老师。这想着老师，没有老师有我们吗？俗话说得好，你得闹清这个道理啊，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哎，这道理你说先有鸡先有蛋？先有鸡，鸡哪来的？当然孵的呗。蛋哪来的？鸡下的。我来的。您是什么？您说是先有鸡先有蛋？先有个嫖客，后有个鸡。您是搞跳舞的吗？怎么不是？我们学的是我正式学出来的科班。太假，我还是那个大的论文学出来的，是吗？不是那个小那个什么舞蹈培训班，不是那个小班，不是。北京有的是那个，对，北京文顺舞蹈培训学校。文顺就是靠那个歪肩膀那舞蹈那个。啊，对对，北京文高舞蹈学校，啊，北京文山舞蹈学校，我全办班了，都是他们办的。河北哪有啊？石家庄富宽舞蹈学校，没听说过。石富宽，别提了，不干了。石富宽舞蹈学校，我们不是什么事儿，我们是正式的大小小的。耶，大小小子，怎么说？大学学什么？就是正式的大学。学是没说呀，啊，好好教是吗？好教，我韩国教出来的。那大韩国，你不觉得？您先说您学什么的？韩国舞蹈学院，哦，我们院长朴一生。我是没干别的。小北一块儿，中间是小青哥鸡腿儿，各种饭，你老人家，你不着这个小晚上，他都小跟他学，你看那在那儿学习有很大的压力，嗯，压力啊，很大的压力，上课紧张，我天天放学了就有会儿松快功夫，哦，跑出去找一韩国酒馆儿，买二斤辣白菜，放松一下，吃辣白菜就行。要点白酒啊，韩国的低度的白酒，来瓶低度啊，真度啊，真的低度，什么呀？这就叫真度，咱就喝吧，喝点酒放松一下，为了是为我们这舞蹈师在做点贡献嘛。还真哎，毕业之后各处采风去，啊，收集素材。对，你吃什么？体验生活，你看我都会听说这个，白采风啊，什么体验什么？体验生活，体验生活嘛，啊，哪儿都去，新疆，新疆去过吗？没有，哈哈哈哈，没去过，好，新疆的舞蹈太好了，有民族，看好看。嗯啊，调查研究，最后咱们才发现，要是不来不知道。您知道这里来才发现，新疆的舞蹈啊，人的肉串呢，今天是拿药都喂了，谁给不腻腰子呀？行，您上那吃去吧。你不吃饱怎么练舞蹈啊？是吧？您得锻炼，您得练。咱上西藏吧，西藏也有舞蹈。拉萨嘛啊，肯定字念倒了，你念倒了，拉萨。哦，真亲热呀！是啊，弄我给我脖子擦，哎呀，这多脏啊！这是一种尊敬，打杂呀，打杂啊，打杂。我一研究才发现，这个舞蹈的动作啊，跟这个国土面积是有关系的。这还有个事儿吗？你看西藏舞蹈，呼，不够嘚瑟吧？这，你看日本的舞蹈都在这儿。这么开始吗？最小，最高，不是那么小，就这样一句话，个儿小啊，你看看，到底什么劲呢？个儿小，跟咱们怎么比？那是，中国这苏联完了那个
那天气预报啊，从报那5分钟，地儿多，走到这儿，走到这儿，哪儿哪儿怎么着？人日本的天气预报就一句话，全国无语啊。不是我常年来说吧，是在这个英国这个生活工作的交集，欧洲啊，英国也是没有骗，英国就欧洲，谁说光欧洲也有关系，英国欧洲，我喜欢这个英国啊，英国，那个还。不光在英国，有时候还去伦敦。伦敦，我就是英国的。伦敦，我说这可让笑。您就说英国干嘛？英国很好，是吧？走到伦敦大街上，这是一个古老的城市，空气中都有音乐的声音。是啊，街上很整齐。对，这边埃克尔红茶坊，这边老伦敦炸酱面。伦敦吃炸酱面吗？走到街上，哎呀，心旷神怡啊，很安静，没有吵没有闹的，人少，偶尔有一个小贩啊，打街上一过，很低的声音，一声吆喝，呵，真是这么惬意。喊什么呀？来水晶楼，是花轮骑楼。搞这么大一件，小商贩对，我这一看，呵，好几十米高广告牌呢啊，这上面工会英国女王啊，拿着一个注视善意，写着。我爱藏历，英国女王减肥呢？管呢？然后我看着挺痛快，他那有卖的。没事，我们就忙，我们这些个就是玩舞蹈的这个货们嘛，是吧？跳舞蹈的这些演员呢？啊，我们这些个演员货们呢，是吧？最大的帮助。讨厌，不是祸害啊！你能骂你我吗？我就是骂你们吗？每天下午我们大伙都聚会，聚会一人喝下午茶嘛。哎，他讲究这个，在一块儿，我们就找一个话筒，找什么？别忘我，别忘我，等你干。有，都有去文化旅馆。那体制人还真熟。然后咱就这台球厅啊，练游戏厅都有。那二十多米，多功能区。啊，你在那？我们这些跳舞蹈的都上那儿聚会。哎，我看他把这话说出来。那个开会嘛，开会，赶紧练舞蹈。哦，下午茶啊，等于有的茶水啊，什么什么饮料、蛋糕、甜点、果品，对，试着推小车、蛋糕车，哎，马骑着挑，都有开，哎，就是说我呀。糖果是吧？糖果蜜啊，薄脆。别说了，您甭想英国，您在这儿当然能研究。好些人没见过，你知道吗？废话，这都北京小吃，哪见过这个？你知道啊？吃吧，不见吃，玩就吃啊，不见玩就吃。过分，来块猪肉，一块奶油，来块糖蒜。都会吃不见。用那个意大利的那种很好的瓷器，你来杯豆汁儿。来豆汁儿，放这个，这什么咸菜丝儿，放了一块儿，一块儿吃这个。人这豆汁儿，当地有一个伦敦人干了三辈儿干掉了。伦敦人一好，就豆汁儿一连。他在这儿好多腕儿了。人当地人说了，不能喝豆汁儿不算老伦敦人。咱老就有，哎，有时候就下了这儿活动。一般逢周六啊，我们就进宫了。您还做一小手术？讨厌，你很恶心。进宫了吗？您不是说的很阳刚的？那您进什么皇宫吗？我还是呀，到皇宫里边去跳舞蹈舞蹈吗？跳舞蹈舞蹈好舞蹈吗？啊，对，怎么了？吓一跳，你知道吗？吓一跳，说的不像人话。你没去过呀？皇宫吗？你没去过皇宫？人家皇宫一进门啊，那皇宫一下一下就往前走啊，往前走啊，院里大的羊灰池子是吧？啊，池水儿，皇宫啊，皇宫不刺水，羊灰池子刺水，刺水，然后洗手啊什么的。我一般走的就是袜子先扔的。哎呀，加桶水的是怎么着？搭到池子边儿，要亲近一会儿跳完舞出来给倒点硫酸。哎，迈步往里走，走吧。皇宫里边儿不用高科技，怎么的？不像咱们这啊，一推进去啊，人家得能
反正好几个门拼一块儿啊，啊，你能推着门，怎么往外看？不是这门儿都有，你可能能记上。对啊，你要走快了，走快了前面累了啊，走慢了拖脚后。这这儿呢，哎，累了。别起那儿，哎，转起来啊，哎，转起来就放啊，这里边多少空间？怎么呢？里边还有一个大家都吃的。这边这边大力说话都有一部分您先打你要转出去了别拿了我不看了吧太高科技什么高科技这是大了你说你不服行啊你有什么可服的一进门里边啊画图图啊这儿有个舞蹈家写着我的英文名字您叫什么这儿卡嘎嘎您都太难说了服务生试着我送客人啊欢迎啊小姐啊对多少叫孙子哎我刚才直接就叫孙子了这讨厌废话您这谁太难念讨厌手杖给的我拿着手杖手杖礼貌头套头套给摘下来我的帽摘了假牙没有摘大衣西装，要的叫叶困，领带，领带也解，哪件？三件套一样多，棉背心儿，棉背心穿衬衫也高。背着家背着家有没有个大的你穿三十多年穿背着家的吗换上我的舞蹈服啊哦舞蹈服还有舞蹈服都换好跳舞蹈服啊扎上板带高跟裤打结这个舞蹈服都不爱还有视觉理论哦这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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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死了是吗有身份人吗多了谁多了王储来了多皇室英国的王储、哦、啊皇上的有个什么亲戚来着啊啊欢迎你这是个皇上有事吗英国人太该认识了没有一个能说什么很难很难哎呀这个人很忙啊一天到晚忙着路呢对吧忙着路还有这个时间到这儿来忙碌不足踏遍地啊从未生辉我得大大的高兴哎这个人忙碌来啊上点喝的吧哦饮料我端上来啊准备这什么东西啊这是牛奶产地在哪里中国石家庄喝完药不要了这个这事儿哪都知道了吗上菜上菜赶紧吃吧都来了菜都来了我、哦、拿刀拿啊啊你们也不拿别人拿那算了人家刀拿牛排来了这我到一条剧是吧然后去吃吃饱饱到是皇室人呢真惹事人哦哦刀叉一放人家往土一插嘴是吧拿过来你牙疼，你牙疼我身上去了。你要不懂，别瞎说啊！疼牙，你废话，你这是逼牙去了吗？这下子不是逼牙，要亲你，你跟外行怎么的？这能是逼牙去了？这是哪样？这是逼牙！哎呀！瞧了，好，刚出去就少了啊！来跳舞吧，
过了早完就到，我们做天人路，走吧，你别站着，过，别爆发，结结实实，有多地儿有多地儿，跳，有多地儿一跳，走完就走了，好，赶快起来，拿钱。别结账，别结账，哎，结账，别数，在那儿一数啊，多大乐趣！挣钱，你还说相声？等我走吧，绝对，你上我那儿去，这多少人嘛？走啊！你见天见天跟这儿没出去，说相声也不错。我带你进宫，好吧？准备英国的啊！啊，行。行，别让了，别让了，没有，带你去，你要学会了，你还会这点？我在这儿说四分钟，一小时，那么累，累得一身臭汗啊！上那儿就十来分钟，噔噔噔跳完了，往土高去。好啊，小会计啊，给他结账啊！你看这啊，结账，我不去了啊！我这照一鼓，我能弹几回来？你不进宫吗？没进宫。结账也得给钱呢，就给钱，给钱不白结账，结账，结账，上快点给结账，哎，结账回来你数多少个？你好，小手啊，那我给你学学这个。嘿，我可爱教这个，是吧？现在满处教学生，好好，不好找，不好找，学吧，学学，我能带你进宫。好啊，就不是你人快不快？我这人有灵性，是那好，大哥啊，我教你啊，教你最简单的动作啊，迈下腿。这一位脚，这叫一位脚，还有名词一位脚，哎，这谁动啊？这一位脚，哎，是一位脚，啊，这二位脚，这样好，啊，这是三位脚，还是一位差不多，对，然后四位脚回来，大家啊，左腿动一下啊，四位脚，来吧，这边有个地铺，好好，行吧，你是这就会了。我这就会，这就可以了，还简单呀、啊？简单就不简单，是吗？第一进门得换衣裳，在那跳人英国舞的衣裳。哦。第二还得会英国话呢。呀，哎呦，这我跳舞之前得拿英语说。那我没有。教教你啊，英语。我教你简单之题啊，你一句我一句都对话，就开始跳。你跳之前你感觉动作就英语行吗？不会呀、啊。要是有一个脑子是教你，就简单嘛，简单，咱们用一种少分钟语言能代替，好、啊。你就喊啊！你喊哥哥，我哥哥不是这概念。哥哥，哦，不是哥哥，就是你还得哥哥，哥哥，好，干好，干好，就记住了，记住。我也喊你，你喊老妹儿，您等会儿，还要变性啊？这个老妹儿像话吗？是。英语就是外语代替嘛，你会英语吗？我不会华人啊，怎么能拿这代替啊？就简单现在的意思嘛。啊，你看你这脑袋是不是特别好，知道吗？哦，这是刚才谁递的？不是大包着点儿。没要干嘛吗？我给你简简单单把脑子包着点儿。化妆？哎，对，本来地方啊，地方，因为你到了英国不一样，你知道吗？那是啊。哎，那好了。太好了，你要说好没关系，我上面我不会来这个。你拿一把宝剑，我来，拿一把宝剑，绝世武吗？嘿，你这上档次，这拿宝剑啊，宝剑，这个拿盾牌，有盾牌吗？我今天就带盾牌。哎，啊，这要心病，你出门不带盾牌？我带盾牌。大哥，你打呀？这么拿着啊？啊，这么拿着，好像是个盾牌一样，就是抖着呢啊。啊，这个盾牌。哎，这个宝剑你从哪打给你？来，打给你，现在还得去这样，这边拿个盾牌啊，哦，这边拿个宝剑啊，好，来，大好，跟着我走啊，哎，来，一位脚，二位脚，好，三位脚，四，哎，一二三四，杠杠的吧，你看。你那是英国舞啊，大秧歌，这是。